这个要打开来，不然的话会以为还没用。 OK， 好了，换下一关。那大家进来吧。大家进来。他进来了。他说选一个。选择。什么 ？Toys。选一个。选择。Here。哎，一二三四，一人选一个，刚好五道。好，来，那我选。好，来。一定是胜利者！哎呀，还有后面有没有人？所以呢？那叫我这好，亏死了！啊，所以根本没有真的，好不好？被骗的啦！应该是说不定还有一扇门。等一下，哎，最最上面的，屁的骗子！没有啊，上面没东西啊。上面踩我！好，踩你，好。哎，大家下来，还不用看的啦。骗人的。好啦，我们换下一道，先等雪兔，先等雪兔。那根本隔 A 的五十道。这道不行，他说要那个密码。不会说。在那个三三什么东西啊？三三，你还记得密码吗？三三四五六七八吗？是不是？我不记得。那多少？三三七六嘛，三三七六行。这边没有密码这个地这一间房间没密码，把它关起来好了啦。亮了，错了吗？哦，他密码到底几位啊？对，按那个九九一啊，九九一，为什么九九一？九九一按了，然后你借我过啦，你不是这样按呐、啊。不是这样按啊！好凶残啊！一，不是啊，他九应该是右上角的，九是右上角是不是？为什么？就跟那个我们的那个键盘数字键一样啊！他心理压力好大啊！三三七六，九九，会不会他的密码是？我们每一个房间里面的，要不要再看一下其他房间有没有那个密码？对啊，你先到下一个好了。我们先去下一个三三七六吗？哇，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是不是？嗯，但是好像这密码还蛮多位的。老皮，我觉得这我们把全部都开完再来讲。看那个 ，OK， 下一个，来，B F。他说不能按，他说不能开手电筒，啊，不能手电筒，那他闯哪道门进去？按手电筒还生气耶！还会生气哦、喔！一人选一道门。那我走。好、啊。那我走去左边。没有，他走。我来了，他的门是互通的啦。越往里面走越暗。他门是互通的耶。前进。超贱的啦！好可怕、啊！好可怕！哇！不要了！好吵！你们好像逼着死掉了。可以按 F 吗？不能，他不能按 F。按了会怎么样？他会叫啊！不会啊！我被门杀了、欸！我刚刚被一坨肉杀死了。什么一坨肉谁啊？左边 OK 的。我刚刚一打开门，那个门压在我。你有拿到吗？边是不是？可是我左边走出来就倒出来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安，前进。我等着你们大家一起死。大家其实是怎样？开手电筒，不要理他、啊。开手电筒。对啊。好。反正开了应该不会怎样吧？应该还好。这里。在底部、啊。会不会绕一圈又回去了？我不知道，我刚才就是绕一圈，是怪物过来的声音呢、啊。是不是有怪物啊？对啊，越来越近了。啊，它本来是互通的，所以不一定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怪物有时候会撞到，所以它要这样子找那个。哦，我看到，在这里。怪物吗？这样。在这边。快拿！我被卡了，在哪？哥，给你。
在哪里啦？我拿到键盘了，我要走了。OK OK， 快快快，小心啊！可是我要一个一个开门，好累啊！你可以的，我不行，我需要有人帮我开门。太掉了，死掉了！在那个第二道门，第二道门直走就会看到了。第二道门，大门直走哈，太恐怖了吧！第二道，我记得好像是第二道门还是第二卡住了。二或三，二或三，因为我一直往前走，然后按二三的往前。好了，我飞出来，怎么回事啊？哎呦！他在我面前，好烂哦！不对啊，你们的键盘飞哪？键盘哦，看到看到。这是在第几道门？我们怎么已经不是老爷爷了？我是老爷爷吗？等一下。OP 圈都换了，你后面，来，出来，可以了，拿到，过了，快去放吧，呀，终于过了，吓死人呢、欸，这烂地图、哦，好恐怖、哦，好下一道，好恐怖，这里呢，这个带过了吗？对，这里进去来吧，来，这边可以，有好多房间。上房间是要干嘛？走一起好了。好。是什么东西挡住我啊？不让我走。没有，没有人挡住你。怎样？干嘛？他是在那个《最小的午夜后宫》里面那个熊。难怪我觉得，这张地图怎么那么熟悉？难怪好熟悉呀！快！快走！快点！我自创不了啊！自创不了。八七。哎呀！你们到底在叫什么？不是啊，他我们必须 gank 三次啊！我看到了 ，fuck！ 所以这是弗莱迪的地图。对，弗莱迪。我找到键盘，一点都不像那样。快走！再想一想，我打不进去。哎，吵死了！可以按那个监视器。哎呦！我被卡住了。然后找出去，哦，好恐怖！来喝酒。跟你讲，夜情是有点累的啊。旁边已被吓到爆口。好了，放进去了，放进下一个房间吧。这真的是午夜后宫的地图。午夜后宫，走啊！你要喝咖啡吗？我要走。那里，我要留你们一个人被午夜后宫抓。我们已经换房间嘞，你们才没有出来啊。我们已经换房间嘞，已经拿到了。对啊，拿到我已经放进去了。大家一起，来，靠墙，靠墙。为什么靠墙？有一个人在那边。来，准备跳过去喽。是迪士游。跳啊，来。没事。不见了。这样。06 A。禁止6 A 是什么东西啊？禁六啦。不能按六是不是？没有六没东西啊。好，就走出去就好了。没事了。就应该没那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有个杯子，要不要喝杯茶？谁在卡我啊？这刚刚没难度吧？下一关，大家先在里面等，先进去里面等。要进去吗？好。OK 了。不要开关。要玩门。不要玩门。要进就进，是厕所是不是？对，公园里的男厕。I'm so beautiful。看看禁止小林 A。别放坏。没有啊。东西。对面。那最后一件，第一件。我走。你蹲下，大家蹲下。你就破梗了，小林没有梗呢，不然要干嘛？你叫我蹲下要干嘛？那里面有脚啊，对不对？没有脚，哪有？明明就键盘呢。有键盘，还要继续开两门吗？有键盘，继续。这个是镜子里面的世界了。我觉得他怎么后面的关卡越做越没有东西，还是因为我们从最后面开始玩的关系？有可能哦，可能是我从最下面玩到最下。怎么觉得后面的关卡比较简单？是我们顺序错了吗？耶！下一关。Go。为什么里面会堆 YouTuber 的照片啊？这是制作人的脸吗？可能哦。他是金凯瑞。
这几个都是还蛮知名的那个 YouTube。金凯瑞是吗？那、啊、不是，那 Beauty 派。哪是？这 Beauty 派好不好？这是 Beauty 派。嗨、啊啊、，My name is Beauty 派。所以这里有那个吗？键盘、哎？有哎、欸。走吧走吧。Beauty 派，哎，我刚打 Beauty 派的脸，它是出现东西。啊、Hello Beauty 派，他在你洗脑啊！不要看 Beauty 派，不要看 Beauty 派，不要 Beauty 派有洗脑。爸 ，Oh Hello Beauty 派，Hello Beauty 派 ，Well Beauty 派 ，Hello Beauty 派，快让我们出去！拜拜拜拜，好烂哦！救命！救命啊！我可以出去了。还有三回了，对，哦，我刚才打 Beauty 牌的脸，然后他就拿手把我们砸。你为什么要拿打 Beauty 牌的脸？因为太恶心了。No Beauty 牌。所以键盘呢？在这里。键盘呢？这里，耶、yeah! ！我记得我刚出来的时候是已经被炸出来的。欸、可是还有一间呢、欸，是要密码的那一间。No Beauty 牌。没有，我们从这边出来的、啊。妈妈密码的那间还没过。对啊。打多少？3367不是吗？3367吗？3376。3376。这里有一个，这是第一间的密码，3376C。它密码很多、哦，它密码很多位，所以要一间一间找，是不是？你按完3376错的吗？没有，它密码有，它密码要按很多很多。那我去下一间看好了。另外一间的话是，这是99吧？99吗？对，这边写99D。那数字要很多个哎、欸。等一下。337呢？337呢。你说是091。0691376。0961376。0699。0691376，不止。会不会他们是 A B C D 这样子排？啊，刚刚有很多啊，比如说 C， 然后什么 A 什么的，所以我们要一间一间去把它拼起来。A B C， 所以有没有 A？ 有没有 A？ 对不对 ？A 的话，七六九九六六零。没有啊，骗谁？你们分上下，1234567890，99660。哦，好厉害 ！Good job， 终于。他说。终于。Find the key code。Find the code。对啊。什么意思 ？Find the code。Find 是翻。对啊。翻什么？翻什么？Flip 是翻转呐、啊，可是哦，翻过来是不是？那就是从头再来一次。哇！靠！对，所以是六，不是6690。最后一个字是零。对对。先按到完为止。好，来看一下啊，0669966731960。哦！哇！干嘛？干嘛啦？怎样？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刚刚发生什么事？没事。看到了。吓谁啊你！87有人吓谁啊？开了开了，张导要死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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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聋子啊，贱货！前面是死路。所以，好恶心啊！你的长腿
妹妹，他打不死哎、欸！走开呀、啊，长城妹妹！艾恩啊！他是要打那个那个打那个门？没有哎、欸！结束了！全部东西，来了！他是 ET， 我们要结束了，手指 ET Go Home， 别再吓我了，我跟你讲，不要吓我了！好了，没了，好惨。有吗？他在。哦，我看到他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人戴着那个头盔而已。对，他在瑞德那边，他在瑞德。